我们来看到，在美国令人失望的经济数据，导致美国股市周三下跌，道琼指数收低89.84点。另外，在欧股方面呢，因为经济数据好坏互见，所以呢，原本大多呈现小跌的格局，而在接近尾盘的时候是纷纷回弹上扬，并且是以小涨作收的。详细内容，我们带你来看欧美股市。